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自己喜欢歌曲的时间。你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，可以在我们的繁星旋律留言板上给我留言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有哪些听众朋友想要听哪些好听的歌曲。这位叫做 Music 的听众朋友给我留言说，叶主播你好，可以放一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作曲的大黄蜂之飞行吗？这也是皮尔普鲁尼的大提琴作品，当然没有问题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为什么你要躲着我呢？难道有什么理由非躲着我不可吗？你该不会是在怕我吧？范星，你确定要让四月上你的节目吗？如果你不想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跟龚总监讲。这是我的节目，不用担心。